好，咱们看一下，这个该到哪一个环节了？混群设置这个，咱们昨天上个第一节看了，对不对？调试模式这个没什么好说的，就是你在开发的阶段，有一些问题你就看这个下边就行了。加载了什么类啊？里边有什么思考语句啊？对不对？什么地方错了？调哪控制器啊？这里边都有，听懂吗？就不用说在程序里边，你再经常写一些系统的东西，再经常写输出了，是这个目的啊。然后你要。把它关闭掉，直接点一叉就可以了，知道吗？临时的关闭掉，下次一刷新还出来，对吧？那这里边这个调试模式，有的时候在实验的时候，比如说现在我这里边一刷新这个东西，实验的时候我就不想让这个有怎么办呢？有的时候它，比如说有的，比如说咱们在后台分帧的时候，比如说左边栏和上边栏就不想看到这个东西，对不对？或者提示框里不想看的东西，你可以临时的关闭，清楚吧？最终的真正的关闭是在哪儿啊？对，配置文件关闭。这里边我做了好多优化，因为开发阶段和真正上线运行是不一样的，清楚这点吗？所以在开启调试模式的时候，有好多东西是不管存的，清楚吗？比如说数据库的这个文件，你看一下，咱们真正的像这个地方，Runtime 里边，如果你访问过的数据表是不是会在这里缓存呢？刚才咱们执行那表缓存了吗？没有缓存的就需要每次是不是获取表结构啊？是不是这原因呢？如果你一旦把调试模式一关掉，就会怎么的？证明是你要上线了吧？这个时候它就会自动缓存了。不然的话，如果我现在就直接把这个缓存上，那你现在做实验的时候经常特别做项目的时候，你那个表会刚开始设计的时候并不完美，对吧？会少一个字段，或者会多一个字段，是不是啊？或者结构字段名什么觉得不对，那你改完之后如果忘记删那个缓存了，就会怎么的？你做实验还是用原来那个表结构，和你新改的是不一样啊。而现在在开发阶段没有缓存，这样的话你表结构如果有任何改动的话，是不是没缓存还是用你直接新改的那个？我给你看一下，你看一下这个啊，这块调一下。假如说我现在把调试模式这个地方把它一关掉，是不是啊？关掉了吧？现在我再回过来，再一滴，再看看这个 AAA 这会不行啊，34 AAA A是天天升高。现在关于这个调试模式的都没有了。那么没有调试模式的话，你看一下，在 retime 下边 ，date 下边，是不是已经有缓存了？你下次怎么访问都是访问这个，不会到数据库去，是不是直接这个表的表结构？主键 ID、name、password、年龄、性别、email 是不是都有了？对吧？是这个时候，所以你就不用临时总删掉。当然还有一些目录结构创建之类的，也会在关闭调试之后才有缓存，听懂这点吗？另外，关闭调试模式不光是这些缓存了，因为你在开发阶段错误要实时提示给你，对不对？操作者是你自己，明白吗？而你如果上线运行的时候，如果还开启的那个错误输出的模式的话，就会把错误信息啊或者警告信息在用户那提示，对不对？那用户一是看这个东西看不懂，如果被黑客看到会怎么样？会根据你这些信息攻击你的网站，是不是这意思啊？所以高手和什么，高手和什么也不懂的都不能去看你这个文件，就是错误输出，对不对？还有一点缺点就是什么呢？这个错误输出都在页面上有错误直接输出了，用户看到之后他不会把这错误给你反馈回来吧？你开发者也不知道这个程序运行的时候哪错了，对不对？自己没遇到，是不是这意思啊？所以就都需要把错误写到哪去啊？写到错误日志，
正对待吗？那写的错误日志，用户是不是就可以看到了？那看到这边有错误，就这调试模式开启的话，错误之一提示。那你看错误日志怎么写的？现在假如说我这块有一个错误，我忘写什么了？是忘写番号了，对吧？你看界面上会提示我吗？刷新一下，是没提示任何错误，对吧？一片空白，用户以为还在请求等待呢，其实是错了，对不对？那这样的话，谁就可以看到了？你看 retime 里边是不是有错误日志生成了，对吧？在这里边就能看到什么地方什么原因错了，对不对？只要维护这个系统的人经常看错误日志，就知道用户在什么时间请求哪个文件出了什么错误，有可能看到错误信息，他是不是就能把这项目调过来？可以把所有的错误信息汇总到这个文件，听懂吗？当然这个文件你必须得用阿帕奇限制谁啊？限制这个文件外部方向不能来访问，对吧？这是阿帕奇里面是能做到的，让这个文件对外不能读，对不对？只有管理员在服务器端可以看，不然的话要能读的话，让黑客找到这个文件，他也知道你那里边什么漏洞了，是不是这意思？要做到这一点啊。当然了，咱这得怎么呢？开启。你看咱错误模式开启的时候，刚才写的错误日志通通在哪儿呢？在这个主入口文件里边的这块呢，看到了吗？如果是 debug 是开启的，就干嘛呀？开启，然后是不是输出所有错误除了警告啊，对不对？然后包含错误那个类，然后这块补个错误消息。如果调试模式一关怎么的了？是把所有错误输出都关闭啊，错误日志开启啊。错误日志是不是写的？你看到这个目录了吗？项目一下是这个文件下，对吧？只是一个小判断就可以写过去了，对吧？咱现在开启了吗？那怎么临时的关闭这个错误日志？你看，我刚才我得把刚才有个错误地方给改回来，对不对？你看怎么临时关这个调试模式？下边有吧？有一些输出区域里边输出这个，特别是你在做阿贾克斯的时候，清楚吧？记不得阿贾克斯的时候，我请求服务器，服务器是把数据返回来。如果你请求哪个控制器的话，那个控制器是不是就会把什么给你啊？那控制器是不是除了把输出字符给你，是不是也会把这些输出给你啊？因为它不是在不像别的框架在模板级了，它只要你哪个控制器请求，都会有什么这个调试模式。那做阿贾克斯的时候就麻烦了。你接收到还接收到这些东西，对不对？所以不想输出这个调试模式，或者你觉得没必要的时候，你可以临时的关。怎么临时的关？比如说我这里不想要吧，直接 $GLOBALS global 吧，直接里边写个 debug 等于零，那这个控制器就不会输出这个东西了。但不是全局的关，清楚吗？只有这控制器不输出了，那你咱们再访问一下，是没了。但其他控制器有没有啊？是不是还有啊？对吧？你这么一关掉的话，你这一刷新是不是还出来？是不是？这就是咱们调试模式需要注意的几个地方，可以临时的怎么呢？关闭掉调试模式的输出。没问题吧？那好，那咱们现在框架就剩一部分内容了，什么？内置扩展类库，看一下，内置扩展类库这里边一共有分页类、验证码类、图形类、文件上传类，先看哪个？先给这表单结合，省得我关了。先看验证码类行吗？我在注册用户的或者添加用户的时候加个验证码，可不可以啊？对吧？那这个类的源代码呢，先不给你分析了，如果以后有兴趣咱们再分析，先看一下怎么用，清楚吧？你看最简单的应用，因为所有系统这四个类或者是你扩展的类都怎么的，都不用包含，都自动包含，对不对？你只要写个控制器 action vco 或者叫做 code， 看到了吧？直接 echo 一个new 一个 vcode， 记得是不是直接输出验证码啊？这个控制器是不是输出验证码啊？记住了，是这个控制器输出验证码。那既然这个控制器输出验证码，那所以我在表单里边这块我后边加一个验证码，验证码 input
输入的，说这个吧，然后加一个 src 是图片的 image 图片呢，它直接请求本下边的刚才写的叫什么方法，你看一下，这就验证码就加完了。再回顾一下几条，在这是不是加个控制器啊，让页面请求的控制器，对不对？刷新一下，是不是有了，对吧？默认是四个字符，对吧？然后宽度高度默认这样，你觉得高度宽度不满意的话怎么办呢？在这块是不是构造方案有啊，这里边有几个宽度，比如说100，高度20，然后五个字符，你看一下就改了，看到了吧？宽度100，高度20，是不是五个字符？那我怎么在服务器里写验证呢？分情况，咱说验证码是干嘛用的？对，大家都知道防止机器人的，对不对？有一种网站的攻击就灌水，对不对？假如你这注册或者能添加东西的地方如果不验证的话，很容易用机器循环的去添加，对不对？把你数据库灌满，你是不是网站也被攻啊？是不是这样的？如果你要加验证码的话，那么机器就不能循环加了，你就得一个一个的，它是给人看的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能加进去啊？如果想用人工攻击的方式，你就这样添记录，你把它数据灌满，你得20年，谁会花20年去攻一个网站呢？是不是这样的？所以呢，一定要有个验证码，不然的话容易攻击，对不对？登录的地方为什么也要验证码啊？对，也防止别人通过机器的东西去匹配你密码，对不对？也能去怎么的把密码匹配出来然后攻击，对不对？加验证码机器是不行了，你要一个一个试的话，你得试多少次能碰上一个正确的密码啊？是不是这意思啊？所以这个地方要注意。那现在能不能验证呢？没写验证规则，在入库的时候你可以不写，因为你只要写了那个 XML 文件，对吧？我就可以对你自动验证了，就是写这两条就够了，这写一个验证码什么样的，对不对？多宽多高，然后在客户端这块加一条，这都会加吧，加个图片，对不对？然后现在就可以自动验证了，你看啊、哦，不对不对，少了一步，少了一步啊、哦，不好意思，少了什么？你要是这里边写个表单，你什么名都不叫，它能行吗？能提交过去吗？是不能啊，名称必须叫 COD， 叫别的办公室，听懂吗？想自动验证，你就得叫 COD， 因为它找 COD 这个表单，听懂？那抓紧一下，哪条写的？第一条是不是有啊？验证码输入错误，看到了吗？这一再回来，很容易写吧？加这个，加这个，是不是就完成了？当然了，验证码你要想完美的话，你是不是点击一下换一张啊？对吧？那点击一下换一张怎么做呀、啊？这很简单吧？加到 on click 点击的时候，让这次里边的SRC 再等于谁呀、啊？到了服务 URL 下边的 COD 是不是呀、啊？但是图片的东西、CSS 东西、GS 东西，在优化的时候咱们都知道，这些东西被请求过来一次，如果同一个地址不会再去请求第二次，了解这个特点吗？是不是这样？所以这个验证码已经输入过一次了，如果你再请求的话怎么办？还是请求这个地址，对不对？那同一个都是同一个图片，你它是不缓存的，还是前一个那个，是不好使啊，对吧？所以就是为什么说别人都爱把什么把页面中的所有的 GSCI 的都写到一个独立的文件中，这样的话加载过来一次，你在哪个页面使用的时候都不用重新加载了，是不是有这个问题啊？但是呢，你都写到一个文件里去，和写在页面里的还有一点不好的地方在哪儿啊？就是你每次关闭浏览器再开启的话，都是怎么的？重新有一个独立的请求，听懂这点吗？而你直接写到页面里边呢，随页面一个文件请求过来，这个 CSS 还 GS 是不是就过来了？所以各有优缺点，对不对？
那看这后边如果想的图片地址不一样，你就需要加个什么东西啊，加个随机，随便写个随机吧，点 INDOM 是不是 GS 里随机数，只有变化的一个数，地址是不是就不一样，但是通过前面的请求是不是就能找到啊，对吧，所以再刷新一下，哦，只是忘了这个了，嗯，我重新广播一下，因为录屏的时候机器性能就极低了，能看到吗？可不可以看到？可以了啊。然后你看一下这块，咱们先点一下，刚才忘加那大括号了，刷新一下，是不是点一下换一张？他换的同时，是不是重新请求那控制器了？也重新用那个对象了吧？服务器端就会把保存在 session 里那个也重新怎么了？重新更新了一次，对不对？然后你这块，因为一般的验证码，假如看不清楚的话，用户不知道区分大小写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个问题啊？所以通常能怎么办呢？写的时候之间的转成大写，是不是就好了？那怎么做啊？这块也得用谁啊？是不是也得用 GS 啊 ？KEY，KEY up， 键盘抬起的时候怎么办呢？要用这次里边的。这个里边的谁啊 ？V 流值等于这次里边的 V 流值点转成大写，对不对 ？To U P P E R C A S E 是不是将它转成大写啊？那我们来看一下，你看我抬起键盘的时候 ，A 变大写了吧 ？B C D E F G 对不对？但这么写就完了吗？删除可以吧？但是四个字母 B 错了怎么办？是回不去啊？为什么回不去？因为你每次键盘抬起是不是都重新复制啊？重新复制焦点是不是都在最后啊？只要键盘动也是在最后，对不对？那我不动键盘呢？鼠标点行不行？是可以了。然后你再点一下，喂，是不是可以改了？但是这样的话是不是感觉很别扭啊？所以怎么办呢？我们得判断一下不就完了吗？判断。判断怎么判断呢？如果它已经是大写的了，我们就怎么着？按键盘的时候就让它怎么着？不处理这个事件是不是就可以了？就不把它再重新复制，对不对？判断它不，你了不了解这个算法？如果四个字符已经是大写的了，那我就任何键盘抬起的时候都会怎么着？不处理。所以只要加一个，如果谁啊？这次里边 V 流值已经等于。这次里边 V 流值点 to U P P E R C S E 已经是大写的了，对不对？举个反，如果不是大写的，我才重新转成大写复制；如果是大写的，我是不是就不动啊？理解这算法吗？嗯。好，咱们再看一下，那这写 A B C D E F G 对吧？现在是都是大写的，都是大写的话，按方向键是不是就不重新复制啊？焦点是大写就可以跟着了，你看，对吧？是不是都可以了？嗯，嗯，我不像，可以试一下。不用加什么？不用加硬判断啊！我以为你说火不像不好使呢，但是咱也得考虑 IE 啊，对吧？那这不是了，这里边假如是这指令的吧，加验证码，这里边只要输出验证码对象，
这里边也不是说绝对的啊，这个我一直有一个问题啊，然后现在好使我就没去调，因为写的时候就会存在的问题，什么问题呢？这块妞，这个怎么能把它看成是一个字符串啊？是不是里边都有杠杠凸死论呢？对不对？那个方法是必须得返回一个字符串啊，所以才可以直接输出对象吧。但是还有一个问题，那个方法里边咱们那个图像那个资源是一个对象的东西，对吧？所以呢它不是字符串的东西，现在没提示你，有可能怎么的会有一些问题，下边是不是都没提示啊？没认为错，但是我相信有的版本里边应该会有问题，明白吗？所以出问题的话你就稍稍改动一下吧，对吧？但本人又是没问题的，因为总感觉那块有点别扭嘛。那这块验证码是现在在这写，如果是在咱说入库的时候直接自动验证了，如果不是入库的时候你怎么验证啊？假设在这里边我想手动的验证，你知道怎么做了？接收到的有没有谁啊？大罗山 POS 的里边有没有 CODE 是做这个值，对不对？然后你想不区分大写怎么办？ STR TO 是把它转成大写啊？那它和谁相等啊？对，手工写这样，三十里边保存也叫 CODE， 听懂吗？所以记住下边 CODE 是不行了。所以验证码这块有一个重点，是验证码。验证码的话一个特点就是什么，在控制器里边写一个操作方法，刚才大家都清楚了什么方法，这个吧 CODE， 这里边直接 echo 一个 new v， 这个类叫 vCODE 对不对？自动包含的，这里边可以怎么呢？有宽度，还有什么高度，还有呢个数，是不是这样的？这三个参数，然后在使用的时候，直接在前台 SRC 是不是直接等于看是不是这控制器啊？你要别的控制器里边，你得等的，是不是得请求的地方不一样啊？对不对？然后 CODE 就加上了，其他 GS 东西你可加可不加了嘛，对吧？然后，特别注意的是，需要。注意的是什么？如果使用 XML 时 ，XML 自动验证的时候，什么表单一定要使用 name 等于谁啊 ？CODE， 听懂吧？然后如果单独验证的时候，你知道，如果是。单独验证怎么的？是服务器的验证码是在 session 这里边，并已经是转成大写的，记住这几个特点啊。所以你在这儿其实验证的时候，你这块是不是就不用转成大写啊？对吧？已经转成大写的，记住这几个特点，能行吗？好，验证码类相信大家都能加上，但是好多跟我反映啊，在网上反映说这验证码太难看了，那你可以怎么看？你要觉得难看，你就得优化一下什么那个验证码类的，对不对？要输出颜色或者点儿什么少一点，这就可以了。所以有的时候的确是，我也个人也觉得这个验证码有点不好看，是不是？所以看这个字符很难，因为我不想用什么呢？我不想用那个，这是用的是内置的字体，内置是不是有五种字体基督库里边？一二三四五，对不对？这是随机用三到五的字体，知道吗？如果我想用什么，用那个比如宋体啊、楷体那东西可不可以啊？可以，但是我就需要把那个字体库是不是拷过来啊？因为用操作系统不同，对不对？那字体库，比如说什么宋体那个，是不是就识得到啊？那给我的框架是不是加重了？是不是这意思？所以干脆就。不用那个东西了，但是你可以把字体呢改一下吧，改成宋体楷体，对不对？
虽然它在服务器端失得到是不会影响的，但是这矿量搞来搞去也感觉很大呀、哎。本身这矿量没多大，但是它占了90%，对不对？那就麻烦了吗？所以就没加那自己库，这也是难看的原因啊。那咱看一下，再看一下这个，既然还是表单，咱们看一下文件上传类行不行？这个，那我就需要在页面中再加一个什么？再加一个文件上传。我随用户名密码，比如上传用户的头像 ，img input tip 类型等于，必须得叫 file 吧，对不对？然后名字你叫什么是不是都行啊？是不是？对，文件上传必须得注意的是一个问题，方法必须用 post， 对不对？传输的方式必须变成什么？必须是那个词，但是太长了，因为这个除了文件上传的时候 ，int type 都用默认值，对不对？只有文件上传的时候把它改掉，明白吗？叫 mu ti mu lti， 算了，这我咱们看一下，再看一下，嗯，记不记得没关系，你得能找到。比如这里边啊，目录，你得找以前写过项目有文件上传的都能找到，对不对？文件上传里边是不是改成这个词啊？这个词不要加啊，你要忘加这个词的话，你就不能用，没有这个传输方式，你这个表达内容就在 POST 里边。而 post 的只能接收什么？那里边的值而已，对不对？如果你加上这个，传输方式变了，在服务器端就会有谁啊？到了服务器端 files 接收，对不对？那个里接收就可以有什么？就可以处理了吧？那看一下咱们这个上传，那上传的工作，假如说我想在添加的里边，这里边有一个图片名，那上传的时候，我再直接在这写吗？就在这写吗？那有一个问题，你要直接在这写的话，咱们在添加的时候需要上传，修改的时候需不需要上传？是不是也需要啊？所以第一个办法就把它怎么的独立出来，对吧？但是独立出来这个东西，如果我写在这儿，你看合不合适啊？ Function 什么 upload， 我把上传的方法单独写在这儿，那我不想外边访问，这样子可不可以啊？可以吧？但是写在这里边，你就不觉得有点别扭吗？因为咱们说了，控制器里边永远放什么东西啊？是不是就是操作呀？而这个算是操作吗？用什么 URL 地址把东西请求提交给他吗？不用吧，是在内部调用的东西，所以尽量不要在控制器里边写什么东西，写非请求的。你看这些是不是都有地址来请求啊？你看哪个没有地址请求 ？ADD 是咱们直接怎么的？直接访问的。这个是不是表单里边请求的？这也是表单里请求的吧？对吧？这有可能也是用户请求的，但用户直接请求他吗？不是，而是在添加的某个地方，比如说，到了在 POST 里边需要图片名 ，PIC name 等于谁啊？等于 $ this 里边的 up load， 是不是调用这个方法，然后把东西上传上去，是不是往这里来的？对吧？有可能你会这么用，调用这个，但是你可以想象一下，它不是操作的话，写在这里边是不是就不合理啊？有可能就给你造成什么错觉啊？控制器和 model 又分不清了，是不是这意思啊？所以把文件上传的东西调用的方法，这个方法我不这么不写在这儿的话，那我可以把这次改成谁啊 ？user， 我能不能把这个方法写在服务器中去？就是那个 model 里边去？那控制这页面是不是还是保持的全是操作呀？可以这么做吧？但是咱说了，写程序的时候别那么较真儿，什么东西非得放哪里边去，对不对？有的时候你在控制器里写，这个写在控制器里错吗？不错吧？对不对？那你就可以怎么的？
好处在哪？就你不用再开一个文件，再建一个文件了，直接写就行，对不对？对吧？但是说实话，结构有点不太合理，最好是把它写到 model 里，明白这意思吗？那咱们这个先就写在这儿，你把它移植到 model 里就行了。咱说这语法不是错误的，只是 MVC 模式怎么的，写在这儿没分好而已啊。对，没有人说你这是错，写在这儿，听懂吧？因为怕大家误会在哪儿呢，就是控制器里边东西别太多，每一个都是操作，这样就特别清晰了代码。那好，咱看一下文件上传。文件上传首先得干嘛呀？包含类吧，但类咱怎么的？只要放在 class 目录，这系统内置的，或者放在 class 目录下，直接怎么的？是不是直接用啊？嗯，所以咱这块 this 里直接 up 等于 new 一个文件 up r o a d upload， 不需要存参数，直接分号是不是行啊？需要参参数，你给括号是不是可以啊？那如果用这个上传 $up r o a d， 调用这个方法上传，是不是这个对象里上传方法只要存一个谁啊？对，表单的名，那个表单咱们叫什么名啊？是不是叫 PIC 啊？那这块咱们就叫什么 PIC。 当然了，我在这块也是提交到这儿，这块是不是调用了？如果上传成功，我用 P 反映一下谁啊？咱直接把那文件名返回去就行了，听懂吗？这打印一下就可以啊，因为咱们这里边表里边没有接收的吧，你给它是不是也没用啊？咱看能不能上传上来。如果上传成功的话， up 里边的谁啊 get 文件名就能获取到上传后的文件名，清楚吧？然后否则的话，如果失败的话，我用 p 或者 $this 里边什么 err， 看到这个了吗？是不是就让它打印一些错误啊？那我这里边还怎么呢？咱们还用 p 行吗？然后 get errormsg 什么意思啊？获取错误信息。那好，看一下能不能上传上去，刷新一下，前面忘写什么了，忘写换行了啊！我真想把这插入文件给怎么的给改掉，不想验证了，因为验证的话你每次得输入就输入全，对不对？那它不验证了行吗？因为这个不需要验证嘛，你可以自己写验证，对不对？在后面下边的 model 下怎么能让它不验证啊？对，只要改个名就妥了，现在它就怎么的不找这个了啊。好，你看一下，现在我不怎么了，在这块我也先把谁注入掉啊，我也先不让它跳转，我加数据库行吗？因为没有必要往里加，对不对？那咱看一下，刷新一下，我什么也不传，哦，那块咱们调用错了，这块我把这次改成谁还没改回来，对不对？在 model 里能调用啊。如果什么也不传的话，是不是上传文件出错，没有上传文件，对不对？那如果我们传一下，浏览我的文档，图片收藏，比如说这个，是不是上传后的随机文件名啊？记住这个名的长度，我用的是什么？年月日时分秒，所以看前面这个就知道这文件你大概什么时间上传的，对不对？然后如果网络访问的人比较多，在同一秒钟有没有可能两个人一起访问呢？一起上传，那文件名是不是把一个恢复盖掉啊？这种情况是有的，对不对？在一秒钟两个人访问，所以后边加了什么随机数？随机数，我做的随机数是在100到999之间的随机数，那随机数是不是永远三位啊？也就是我意思，你保存这个文件名的长度怎么的永远这么多些位，这样数据库你进表字段的时候存这个名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用什么用差类型，是不是存固定长度啊？如果这名称变长的话，你那得存是不是就得用 VCHAR 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记住这文件名是这么的一个来源啊。那你问了，说直接上传，上传到哪儿去了？是不是这个问题啊？
自己得清楚在哪儿吧，咱们没指定上传路径吧，对不对？那默认上传哪儿了呢？看一下默认指定的，因为既然是框架里边内置的功能，那默认就要在框架里边的这个字呢，对吧？这个人是谁呀？TCP 的创始人嘛，那咱们可以怎么的上传上去，看好了，这块已经上传上去了吧，我可不可以把路径给改掉啊？你看我可以在这写什么，直接在这里边存路径就可以，当前路径下的，我在这 hello 路径，你看我再传一下，当前路径知道什么意思吧，相对是不是主入文件，这样你可以任意改路径，你看我浏览再传一个，是不是在这儿呢？找一下，没在这儿没有吧，是不是当前接入叫 hello， 是不是在这儿呢？所以你可以任意指路径，构造方案里边只能存路径，清楚吗？不能存别的。那我其他的能设置什么呀？假设不存路径，我可以怎么存呢？里边也有方法，用什么 up 里边的，给你写点注释，上传文件名字是 dollar 符下划线 files 中的什么第一个下标的名字 name， 也就是谁啊，表单里边 input 里边的 name 的名，这就清楚了吧，是不是这个，这个是得到上传后的，获取上传后的文件名，这块如果失败是干嘛呀，获取，对，获取失败信息，清楚了吧，这几个。然后我通过谁啊，设置属性可以设置属性，都有哪些属性需要设置呢？你看一下，你现在想改什么，上传路径想改吧，文件名我不要那随机，我就要原名，行不行？可以吧。然后我限制类型，限制大小，通常文件上传是不是就改这些东西，对不对？咱们都可以，你看一下怎么的呢，up 里边有一个 set， 比如说我设置路径，路径是不是就 pass 啊，那你要设置的时候记着这里边有几个下标是固定的，比如这个 pass 你随便写词能写上吗，这不行啊，设置路径，路径是哪呢，当前路径下的 hello 路径，你可以用谁啊，可不可以这样写 project 下划线的 pass 下边，或者当前应用下边什么什么路径，可不可以这样，这默认在斜杠呢，是不是就可以不加斜杠，这都可以吧。然后这个 set 就光设置一个路径吗， set 也可以连贯操作，清楚吧，什么叫连贯操作呀，我再写个杠 set 可以这样吗，我设计允许类型 ALOW 允许的 TYP 不区分大小写下标，明白，那有的时候那下标不就区分大小写了，我这都给你转了，清楚吧，允许类型，那类型有多个是不是就用数组的值啊，对不对，比如只允许 GIF PNG JPG， 有的后缀名我看还有叫什么 JPEG 的，对不对，对吧，比如还有 PJPEG， 是不是类型就是限制了，然后还可以怎么的限制大小，当然了默认的话限制类型就这么多，你不写的话它也限制这几个类型，听懂吗，限制大小也怎么写啊， set 最大尺寸我忘了啊，因为总写是最大长度啊还是最大尺寸，最大尺寸 MXSSE 最大尺寸，记着这个我单位没转还是自己，听懂吗，这是多少啊，接近 1K 吧，这是一兆吧，对不对，那看一下，然后我让它怎么的 set 不要的随机名，是否 REIND 随机的 name， 是否随机 name 我要的怎么的
你看这块变成什么甲，再怎么的，是不是就不随机名了？你写什么文件名上传上去之后就是什么文件名。看一下老板，咱上传一个正确的，找一个文件名，这个吧，是不是还是当老板文件名？上传之后是还是这个，对吧？类型是不是都对啊？那我传一个非法的，比如说传一个不是类型限制的，没有，哎，这有一个，对 ，BMP 的，对吧？未允许类型，是不是啊？嗯，可以限制住吧？大小我就不限制了，不看了，你肯定行，对不对？还可以，如果是上传图片的话，你还可以设置什么？还可以设置它是否缩放，听懂吗？你只要写上 THUMB 缩放的词，这词是缩放的意思吧？然后里边用一个数组缩放，我想啊，不是数组，你得也是 set 啊，直接写数组不行，你直接写数组的话不是这个啊，我原来写的这个后来也改成这个了，也是用 set 对不对？前面写什么 THUMB 是不是让它缩放啊？缩放都缩放什么内容？你看啊，让它的宽度是150，让它的高度是150，那有的这个有的跟我反馈说，能不能有指定一个宽度，其他高宽度那高度自动啊？就指定一个，这个是很容易做到的。但是咱们这里边是怎么限制呢？你只要把这个值给无限大，怎么的，高度就可以怎么的，就是自动的。所以在程序里边我没把这个省略，因为你这俩值都传，因为一般它提供的宽度高度都给，对吧？但是记住它不是什么，不是失真的，是等比例缩放的，听懂吗？等比例缩放的宽度图片不会超过150，高度你再高它也不会按高度走，对吧？不会超过，最高最宽不会超过150，最高不会超过150，是这个意思，听懂吗？然后缩放后如果想单独是一个文件，不想是原来的文件怎么办呢？你还可以加个前缀 prefix 前缀，这词写对不对？那加个前缀，前缀名比如叫做 th 下划线，那么你上传的时候就有两个图片，一个原图，一个怎么的带缩放的图片。如果不想要这个前缀的话，还叫上去的原图就缩放怎么办？你不加这个，就是直接上来就是缩放后的图片，明白这意思吗？如果想留着两份图片，你就加这个。然后你还可以怎么的 size 还可以加水印，清楚吗？假设我不加这个了，我直接在这块记，让那上传图片永远不超过150和150，对不对？并且直接加水印的 WATRMARK 水印吧，看一下。然后 ARAY得指定水印的图片 WTR， 水印的图片是多少呢？是哪个呢？水印的图片，比如说我现在把这个找一个小图片啊，这图片行吧？这也不小啊，哎，还行，不算大。我得先在这个目录上有，清楚吗 ？BBS GF， 因为它都在本路线找，你最好别放在别的路线上，清楚吧？得先有这个水印图片啊，因为水印图片一般的都是自己的 logo， 所以呢，怎么的？是不是事先先做好的？我这个就压根就没想让你做文字水印，对吧？那文字水印你还得指定什么？这个字体干啥字体？你要想用文字水印的话，你用 Photoshop 给做个漂亮的图片往上一放，是不是也可以啊？图片什么样的形状是不是都有啊？对吧？所以水印，我觉得那文字水印就没有用，干脆去掉了。除非你做的像淘宝那样或者什么的网站，
你提交了我比较麻烦，对不对？就按你的名称一家人就一家推荐了。属印知道什么目的吧？当然你新衣库开的网店都自己照的图片都被别人盗用了，对不对？ bbs.gf 然后水印的位置 position 这次是位置的意思吧。水印的位置一共有十种，零是随机，清楚吗？然后1234567890是不是啊？那五是中间的位置，我就可以怎么的直接五是不行了。然后如果你想要水印图片单独生成一个文件怎么办？对，还是加什么 PREFX， 比如说水印的前缀名 WH 下划线，对吧？是不是这里边一共有的功能设置就这么多？当然你都是可选的，清楚吗？并不是说全部都需要设置，明白这道理吗？那咱们来看一下，我再浏览一个，我找个大一点图片。比如这个图片 JPG 的支持吧，咱们立随机名，对不对？前面加 W 是不是随机那个有这个了？你看这是原来的图片，对不对？是不是缩小成150乘，最少宽没超150吧，这是再加水印的，对不对？但你小图就别加水印了，这也水印除非你做透明的，这透明也不太好，算它盖上了，对吧？这是上传，应该能随心所欲去做吧？还可以怎么的？上传多个文件，上传多个文件，这里边你看我这代码什么也没改的情况下，要所有多个文件是怎么做处理啊？我只要怎么的？只要在表单里边上传多个，加总括号，是不是写多个？这就是什么？是不是数组啊？直接能处理，再怎么处理啊？这么多个？浏览我多传几个文件，蘑菇这个，你要是传非法文件的话，就传个保护了。哎，那有好图片了，这图为什么格式？这个 JPG 都有吧？注册了。你看是不是四个图片苗都在数组里？直接你看一下，是不是上传这么多图片？应该是两份吧，一份是缩放完的，一份是加水印的，对不对？这么多加水印的，这么多有了，嗯，这是一起上传多个。其实咱们这个给你们考那系统里边也有这个上传多个的实例啊，跟它原理一样，用这类就是这个方法 ，ncmsadmin。这个你看这个都是用什么？都是用那个验证码，现在知道怎么写了吧？你看内容管理添加图片，这边不都有吗？添加多个，跟那原理是一样的，只不过做了一个什么，做了一个判断，你看我想让它全生成水印，是不是那里边就判断如果提交这个就让它先怎么的生成水印，对不对？就生成那个缩略图然后加水印，生成的宽度高度在哪设置的？系统管理有没有个设置啊？对不对？你可以随意指定吗？然后添加，哦，白写那么多了，光选类型了，我加一个就行了，你看一下，再加一个吧，过来了吧，是不是这个就有了。所以这个类上传一个上传多个都可以，还可以设置属性。那大家总结一下，第五点，文件上传记着写的位置在哪儿啊？写的位置，对，最好在Model 中，对吧？当然咱们说不要较真的话，你写在哪儿都行，对不对？只要你自己清楚 MVC 模块分成是不是可以了，因为做的 Model 也可以在控制器
周期。刚才咱是不是在控制系统写的？你把代码拷到模组里是不是就能用了？听懂这点吗？然后可以类名是什么 ？File 文件 up.load 这个可以上传多个文件，也可以上传怎么的单个文件，能解吧？这一点要知道。然后呢，可以设置什么东西啊？路径，上传的路径，上传的大小，上传的类型，然后呢，文件名是否随机，对吧？是不是可以设置这些啊？还可以设置图片，如果上传图片的话，还设置图片的什么缩放和加水印，就这些功能，对不对？那功能怎么使用，代码就怎么呢？是不是在这儿呢？类不用包含，整体吧。这是全部设置的，当然你不需要全部设置，你只需要怎么的，设置一部分就够了，对不对？看你按你的需要。好，这两个类，文件上传类和这个类。好，暂时休息一下，咱没。